它真香，哎呀！可以说是我经历吃过最好吃的面线米，而且呢，我听说面线是老王不食重的面，都是来吃东食的先吃，还有超龙虾仁。哎呀，这里面哈不是一般我们常常见的大肠面线，面线城的面线可以说是面线界的豪华版，一碗面线啊可以吃到四种蜜饯，真的竟然还不到100块，是不是太划算了？另外还特别加了很多的海鲜耶，你看还有虾子那么多只，然后还有大肠，还有这个鱿鱼，对，70块，哇，就这么大颗，给它吃完了，哇，我一定要马上把它消灭掉，真的是第一颗，哎呦喂，哇，你知道霸王里面有什么？这个肉圆呢，来体验一下，怎么样？